此刻游戏娱乐大家，我是 Demo， 各位看客老爷万福金安，感谢各位捧场158期的最佳盘点。众所周知，亚索早在 S4 初期就登陆了召唤师峡谷，经过数年的变迁，亚索这位剑客打法早已不同往昔， EQ 闪现落地双峰成为每一位亚索追行者的武功秘籍，当然职业选手也不例外。这地方可能有的看客会说，亚索 EQ 闪这不有手就行吗？然而我想说未必吧，您比如说下面这位，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盘点一下。交了闪现，不，这亚索进场真的跟看到鬼一样重。作为赛场上第一个 EQ 闪，也直接开启了一个时代。2015年 LPL 夏季赛 IG 对战危机的第五场比赛，26分钟 Rookie 一记 EQ 闪彻底改变了亚索，也彻底增强了亚索的开团率。自此之后 ，EQ 闪便成为亚索最好的开团手段之一，而现在更是每一位快乐风男的浪客之本。小龙，卡龙抢到了，抢到了这个小龙。罗 K 在封墙之后还在输出。安心侧面进场，一个大招打了三个，罗 K 一个大起三个人，然后配合着威恩的输出是收掉了老鼠。这边瓦夫一个人也是没有办法跑，威恩还能收，还差一枪，还差一枪，追得上，追得上，追得上，能够追上瓦夫隐身了。哎呀，还差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追上，枪点掉了瓦夫。在职业赛场上，总是有无数经典为我们上演。Demo 也将继续为大家盘点那些发生在职业赛场上让我们震惊的时刻。如果你觉得 Demo 视频做得不错的话，如果你和 Demo 一样喜欢英雄联盟，喜欢职业赛事，那么一定要点个关注，收听 Demo 视频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最佳盘点。